因为昨天的那个资料都是马赛克这个事情，好像引起了这个蓝委他们有很大的抗议。刚好相反，那个我们是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的18条，哈，还有个人资料保护法，更何况。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内政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所谓数位身份证的调阅小组，哈，然后也延长时间。那现在我们内政部所提供的卷宗有87卷以上，所以里面其实没有任何有所谓的这个弊端的问题，哈。那我想很多民意代表他们也出身基层，也当过议员，他们都非常清楚。所以所谓的遮蔽的话，是依据政府资讯公开办法的资讯公开法的18条里面办理的。部长，那1000多页全部都打码，那这样提供的意义在哪？刚好相反，没有所谓的1000多页，你们弄如果是打马赛克，他怎么知道是1000多页？其实没有，那它是一个没有，它是一个卷宗，它是一个卷宗，嘿 ，OK， 那里面是跟契约有关的。卷宗的意义会在哪？小心到，小心脚步。我们把所有的来龙去脉，包括从开始有这个数位身份证到现在为止啊，都提供给我们的立法委员做参考，谢谢。今天国民党谈的数位身份证，因为看到这个之前有高端说是就是有涂黑，然后之前的理由是说什么会损害那个竞争力，那现在这个数位身份证就调阅小组去调了之后，发现他们还是涂黑，这个是损害什么商业机密吗？事实上，好，机密就已经是民进党的遮羞布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听证调查的一个原因，哈，就是说，凡事都用机密。以前民进党都是讲阳光透明，现在反正每一件事情就是，就是黑箱盖黑啊。那因此，这个身份证，数位身份证的这个问题，跟之前不管是高端或者其他的问题，民进党应对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通通都是用机密当作它弊案的遮羞布，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为什么需要一个国会听证调查的权利？就是要赋予就是国会能够去打开这样的黑箱。所以真正的国会听证调查，它的本质就是反黑箱，这是民进党厉害的地方。明明是个黑箱政府，哈，它可以把反黑箱的作为，哈，解读为所谓的黑箱，就是反正什么话都是反着讲，倒着做。数位身份证喊卡要赔2.8亿，这笔钱是否就是全民买单？但院长过去还说没有全民买单的情况，是自打脸吗？好，这个数位身份证的这一个问题哈，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媒体报道呢，这一个厂商是要求10亿元哈，所以当时我也说没有全民买单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经过了我们的公共工程委员会呢，与厂商呢一起来做相关的协商讨论以后呢，那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呢，就希望能够在2.8亿以下哈，所以上次讲的跟这次讲的金额呢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一个数位身份证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牵涉到个人资料保护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呢会来审慎的研议这个设置的这个情况。那到在2021年的时候呢，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顾虑呢，所以我们就是暂缓执行哈这一个数位身份证的情况。但是对于新式身份证是否有需要呢？在各界的这样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按照宪法法庭的解释哈，我们需要对于个人资料的保护呢，提供设立一个独立监督的这个机制。那我们也在筹备各自的保护委员会。那所以未来呢，在这一个各自保护委员会呢成立以后呢，我们会再跟相关的部会哈来讨论是否有设立这个新式身份证的这个必要性哈。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会继续来研议，然后来看看最后的决定是怎么样。谢谢。你们六想请教怎么看再推数位身份证，但现在卡关就买了2.8亿。我想哦，数位身份证其实是蛮多人的期待。第一个呢，我们希望透过数位身份证，它是可以更去守护国人的资安，然后呢去防堵相关的诈骗。因为我纸本的身份证在各式各样的传递过程当中，它当然更容易有资讯的外泄跟外流。但现在包含是电子签章，或者是说相关的科技，其实都如果做得好的话，都更能够守护我们国人的资讯安全。可这几年来我们感受到的是国人的资安不断的在外流在外泄，而像是数位身份证这样子的规划
过去雷声大，但现在不仅雨点小，还变成是全民要买单。和甚至这个数位身份证的案子呢，过去该宣传的发包的媒体预算都出去了，我们花了好大的劲之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甚至还变成是要2亿多人民要付纳税钱，纳税人要付这样子的一个经费。那我觉得非常错误而且失败的政策，这么大型的政策方向今天失败了，那应该要有人出来负责，要有人出来对社会大众表示歉意。好，来，市长就请教一下那个十亿身份证，他现在说是治安问题，那到底是出在哪里？问题？不是那个卡片本身的问题，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民间的朋友是说，在各自互相交换，在政府机关互相交换的后端的那个部分，所以其实并不是卡片，而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像 T road 的这些事情。那民间认为说，也包含宪法法庭也认为说，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机关来监督这个后端资料的使用。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已经提出了，就是国发会提出了各自法的修法，那接下来就会在立法院的支持之下会成立独立的各自专责机关。所以十亿元是真的吗？厂商求的。那个的前提是说，如果就是各自独立专责机关认为说，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继续推等等。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是，各自专责机关来看，我们数位部来做的像 T roll 啊、零信任啊等等这些做法，那一直到各自的专责机关觉得是 OK 之后，那这样子不管用什么方式，多元的身份认证要推动不推动等等，可能就是由独立的机关来进行审议，所以还是有推动的，这个未来还是可能在重启就对了。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卡片本身的资安是一回事，其实这个是大家比较不担心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哎，这张卡片如果推出了之后会让搜集各资变得更容易，那搜集之后处理跟利用的这个各资是不是能够确保大家各资的安全呢？我们在资安上当然有所贡献，但是各资的利用按照各资法也需要一个独立的机关，这样谢谢，这样可以吗？这个十亿元绝对不会全民买单。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各资会的判断是要由独立的各资机关来做进行判断，那我们在数位部的工作就是确保包含 T roll 零信任等等这些技术能够赢取这个未来独立各资会的信任。好，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要开会。数位身份证赔十亿，蔡政府谁要负责？从2019到2020两年间，行政单位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导致现在国家面临十几亿的损失，赖清德为何他推出来的政策无法执行，又造成我们国库这么大的一个损失？所谓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赖清德你不用负责吗？昨天的民进党松山宣讲，暴雨现场加上民进党不超过30人。其实我要特别讲，我觉得民进党太过迷信网军这件事情，我觉得民进党是一定会踢到铁板。就网络上看起来，民进党透过所谓的抗中保台那种所谓谣言式的动员他也许跟一时凝聚一些的声音跟力量但是久了那个马戏团这个把戏就被拆穿嘛。你去看去各大的那个社群平台，其实支持国会改革的声音还是碾压式的赢过反对国会改革，尤其在年轻人的社群。现在我就光想讲几大社群平台，你上去看。你去研究大家整个的那个立场的分布FB 然后 YouTube 跟那个 TikTok 都很明显嘛， PTT 跟 TikTok 都很明显嘛，支持国会改革的声音还是碾压式的去压倒反对国会改革的声音。那民进党唯一就是100%能够擅长的就是 Trade 这个社群平台，那上面也有开始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就是可能 maybe 从90%以上的那个绿的声音，现在已经变成可能只剩下80%、70%，还是他们的声音居大居多，但是声音结构在变化。所以民进党如果再继续执迷不悟，那这当然就影响到他今天实体动员的能力了。好，民进党再继续执迷不悟的话，我觉得只是会离年轻人、离选民越来越远。